员正在调试当中，首次飞行，飞行员正在调试。这把怎么这把？是吧？这把老蒙了，太帅了！这圆这个，成功首飞，安了。在我手中拿着这款是准备新手设计的飞机。为什么叫新手飞机？因为它好飞、耐摔，符合真飞机标准。飞机里边有飞控自稳系统，能辅助飞行，带舵面升降舵、方向舵，非常的好飞，而且还得耐摔。抬脚也没问题。和真飞机原理一样，防水全地形，双击屏幕马上起飞走。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，包含扬灯，非常抗风。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，在这里我都能实现。喜欢的朋友双击屏幕关注我，下期介绍更多好玩的掩护模型。英式战斗机首次飞行，起驾手控升降，哎呦，猛大慢了，首次飞行啊，有可能一去不复返，炸机几率50%。我们先看一下外观，我们看一下外观啊，留一个全影，一会儿炸机了都看不着了，看没？这是机头侧面，漂亮，好，漂亮，首飞成功。喜欢的朋友双击屏幕，下期更加精彩。准备起飞，成功，漂亮，哎，飞得舒服，对，非常舒服。准备着陆，对准跑道，安全降落。F18大黄蜂。哇塞，全程拉烟儿。我去，太帅了！起飞！走，好，起飞！哎哎呦！稳稳不稳？快呀！不行！留下！哎哎，留下！这抬一高，留下！留下！哎哎，留下！飞吧！这客机，飞行员程序，走起！来，师傅，您往里靠啊！好，直接拔呗，那边走，拉杆儿。我操，你抖！是，外面那是抖抖的。这蹦完飞行，蹦完飞行。其实它这个速度现在不行啊。
我兜这一圈都费劲，这回又往后了。这小绑架刮的，哇！喂，准备降落。降落正好分钱啊。我去，一马的斗鸡飞行员，准备走。成功拉起，低空出场，金斗。大金斗画得很圆，降落安全。好，走，拉杆，好，成功。谁家被收下？打开一段机，非常慢。对，轻点，再往下来点。二段机打开了，对，打开二段机，飞油。指挥员，洪老师。好，拉着杆，给点油。哎，好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！降下来了！哎呦我去了！太平稳了。机完了，有人，机死了，哭惨的，没做吗？哎呀，死了。